是鸟，为什么它会说话？因为说话呢，是因为它们的模仿能力很强，而且它们的舌头跟人类的舌头有点像，比较圆和柔软一点的。而且，如果它每天听那句话听多久了之后呢，它们就会开始去模仿人家讲。所以说，鹦鹉你教它讲什么，它都学什么，但是它肯定是不像人类这样可以对话。因为他们完全不明白他们在讲什么东西，所以就是说鹦鹉会学人说话，其实他们本身是不会说话的，而且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。除了说话，鹦鹉还会做什么呢？哦，鹦鹉呢，它的模仿能力很强，它其实不只是会模仿人家讲话，就是说如果你有方式训练它的话，它可以做很多的动作。其实在我们表演里面呢，也有一些是说我们的 trick 的，其实他本身他都知道我们大概会放哪里了，他们是以他们的记忆力来记着的。